哎呀，这地洗回了，我用不用？就两件衣服，用不着多少，给你扣回来。刘班长，哎，东西丢了。哎呀呀呀呀！这条差点让我给弄丢了。啊，老方。 前段时间家里不是出了点事儿吗？跟我借5000块钱，让他给我打了个条。别跟别人说啊。刘班长，方班长前段时间也找我借钱了。跟你也借钱了？嗯，他也找我借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跟你借多少啊？5000。5000？咋跟你说的？家里有事儿。那你找他要了吗？不重要，随便。哎。 他跟你借多少啊？借多少？3000。3000？咋跟你说的呀？家里有急事儿，基金提不出来，要周转一下。跟你说不对劲儿，肯定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大刘，大刘，哎哎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问你啊，老方跟你借钱了吗？借了。借多少？陆陆续续的3万。陆陆续续2-3万？啊。 看我就说不对劲儿吧，怎么了？老方跟我们都借钱了，他这是赚着圈的借呀。他的钱就是买理财了，一时间取不出来啊。这不是买不买理财的事儿，你看啊，他跟我借5000，跟全世界3000，齐活5000，你这还有2万多，跟加起来，哎呀，反正好多钱，那还有不知道的呢。那他这么多钱，他干嘛呀？啊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放心，老方他过几天就还你钱，咱们这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他跑不了。我不是担心他跑。 你主要是他们家就房子漏水这么点事儿，他借这么多钱，我不是担心他受骗吗？哎呀，你完没完？你要么就别借，借了你就别墨迹，实在不行你自己问他去啊。我要能不能？训练场集合。训练，烦死了。有病啊！放不让人吃，厕所还不让人上了。讲一下今天的训练项目，最近我们的训练针对的都是体能和救援能力，自救这部分很久没练了，今天高空横渡。 2两1组，自己找搭档，要求2分钟之内完成。没达标者，老规矩，谁没达标，谁值夜班。开始。老李，我跟你一队。来吧，老宝贝。于副站长，正好我跟你一组。上哈。你看看，这都成什么样了？没事儿，加油。 林指导员，1分45秒；刘如意，1分47秒；于其磊，1分56秒；邵一九，1分56秒；秦石泉，1分57秒；雷大刚，2分32秒。雷大刚，你怎么回事？来了都多少年了，最基本的训练搞成这个样子，你平时都怎么练的？今天晚上你站岗，解散。 各班带回吧。罗战，你说两句啊。你看最近这个训练强度太大了，大伙都练皮了，这么训练是练不出成绩的，适当还是要给他们休息休息。 我知道你是个尽心尽责的指导员，但是咱们俩之间有严格的划分，你抓思想，我抓训练，你不应该干涉我作为站长的训练安排，对吧？对，就因为我是指导员，所以我要说出来。如果再这么练下去，是要出问题的。平时训练抓紧了才不会出问题，你看看他那个样子，2分32秒。文明爷啊。
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啊，再先进的装备，最后操作它的是人，人才是根基。林陆骁，你错了，人才是最容易犯错的。咱们以前什么样，你忘了？不是光靠嘴说就能把那个小男孩拉上来的。林芷，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知道我练得不好，我是奸商贩子，一上来吧我就有点吃不消。是，我知道这不是借口，但今天我儿子过生日，所以楼长，我能不能下次再站岗？对不起，我不同意。我知道你每天都很吃力，但是我作为站长就要公平公正，我也一样，不行就撤下来。楼站，要不这样，我稍晚一点回来，两个小时就行。我儿子上次过生日我就没陪他，本来平时陪他陪的就少，孩子哦，我可以批。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还有你的个人情况严重影响工作的话，我会向支队申请，重新评估你还是否适合留在一线消防站。我身体没问题啊，楼站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在特勤站干了十多年，我除了消防我什么也不会干的。跟我媳妇儿昨天晚上打视频说的好好的，我今天肯定会。行了，不同意。楼站，李大哥，平时我抓好训练，别到闯关的时候掉链子。今天你先回去，我替你顶班，回来之后立刻补上，下不为例，听到没有？你俩自己协调，只要不违反规定我管不着。老林，你这都多久没修了？你好不容易修一回，你陪女朋友去吧，我没事。你还没事儿？